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六段，四学学生三昧门寄诵第二首看起啊，我们讲经文念一段啊，界中饥馑灾难时，习于世间住乐居，随其所欲界定满，普为众生作饶衣。下面有四首偈，这四首偈是四学里面的布施学啊，四学法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，戒引一切众生的善巧方便啊，也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啊。什么是方便呢？四学是方便啊，那么总共这个地方有四首偈，一共有十六句，讲四学法里面的布施啊。我在平常跟大家了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啊，这个四摄法布施啊，就是多请客多送礼啊，这个大家好懂啊，真的讲得详细啊，怎么样送礼呢，怎么样请客呢啊，真的就讲得多了啊，虽然是多，还是举例子，我们必须细心去体会啊，所谓是闻一知十啊，啊，一闻千悟啊，知道啊，讲这一条方法了，如何能够落实在生活里面啊，那我们的幸福生活就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。我们看这个第一首前面的这两句啊，第一句是界中饥馑灾难时，界是世间啊，这个地方不一定讲的是劫难啊，佛法的时间单位呀是用界，这个界的时间就好长了。那么佛经里面讲有大劫，有中劫，有小劫啊，我们人间讲时间单位是讲年月日啊，多少年多少月，佛法这个时间长是讲劫数的啊。那么小劫，一个小劫是多么长呢？有很多种讲法啊，我们只说一种。佛在经上讲，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84000岁啊，这是说什么呢？平均年龄。你看人的寿命真有福报的时候啊，寿命是福报啊，真正有福报啊，寿长啊，
84000岁啊！啊，这是都到最高了，不能再超过了。那么从84000岁呀，每隔100年减一岁，啊，100年减一岁，这样减到10岁，啊，人的年龄最短，在这个世间呢，10岁。啊，从84000岁减到10岁，啊，100年减一岁，然后再从10岁100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，这样一加一减，叫一个小节，就是一个小节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这个节是加还是减呢？给诸位说。这在简介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，就讲他那个时代人的寿命平均寿命是100岁啊，那么100年减一岁，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现在在中国历史上是记载今年好像是3035年还是36年啊，那个35、36年的时候，那100年减一岁了，那减了30岁啊，所以现代人的寿命，平均寿命70岁，啊，过100年又减一岁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减期，啊，减到10岁的时候，啊，诸位要想，10岁那个时候人大概7、8岁呀，啊，5、6岁可能就成熟了。啊，他的寿命只有10岁嘛，10岁就很老了，啊，那就是老人了，啊，就是一增一减呢，这是一个小节，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，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，啊，不管是大节、中节、小节。这里面呢都有盛的时候，也都有衰的时候，啊，有众生享福报的时候，也有众生呢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啊，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简介里面啊，人寿70岁啊，这是正常的啊，是在讲这个事情。唐朝杜甫啊，他诗句里面就说：“人生70，古来稀呀。”就有这样的感叹呢，啊，这唐朝人写的啊，唐朝那个时候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了啊，所以现在这个。人能够啊超过70岁的不是太多啊，这个我们应当要晓得啊。可是佛说这个呢，这是说一般状况啊。那么个人有加减乘除啊，你看平均年龄70岁，有很多不到70的啊，30、40过世的有。啊，50、60过世的很多很多，啊，也有超过70的，啊，80、90的，我们深圳这边崩焕老和尚今年101岁了，啊，这是特殊情形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与他个人的修养有关系。所以佛说佛法不是定法了，佛法里头有加减乘除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啊，活活泼泼它不是死胎版的啊。那佛给我们讲的最清楚的，人要是修清净心，
修福啊，福报大了，他寿命增长啊。我们看袁了凡寿命只有53岁，哎，他真的是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哎，他延长20多年。啊，他74岁走的，啊，这延长的，啊，有很多福报很大，不知道修养，啊，造作罪业，他的寿命缩短了，啊，原本寿命是70-80岁的。40-50岁就走了，啊，这个例子有加减乘除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那么这是说，遇到啊饥饿的时候，有灾难的时候，这时候人苦。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有，地区不相同啊。香港这个地区是很富庶的地区啊，没有这种灾难呢 啊。那么像非洲其他这个落后地区，确实有饥饿，有瘟疫啊，有战争，这战争是人祸，有天灾啊，水灾、旱灾，这些灾难啊，遇到这个饥饿灾难的时候，菩萨要帮助他了啊！菩萨怎么帮助呢？你看下面讲的，现于世间住乐居，要帮助他离苦得乐啊！哪些是乐居呢？要解决他饥饿的问题。实在讲，如果把这个意思引申，整个世界都有饥馑灾难啊。像非洲落后地区，它是物质上的饥饿灾难。我们现在沿海发达的地区，物质不缺乏，精神生活枯竭了，所谓是什么？富而不乐，没有幸福啊，心有忧虑，身我们一般人讲说有沉重的压力。苦啊！啊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呢，几乎这个世间人真正要讲到哎快乐饱满的，没有几个人呐。啊，真正幸福快乐，就很难找到。那么中国从开放以来啊，提倡扶贫，那么过去着重在物质上的扶贫啊，帮助他们能吃得饱穿得暖啊，都有房子可以能遮蔽风雨
做的是不错了。可是问题出来了，这些接受扶助的那些人民没有感恩的心，没有欢喜心，起了反作用，他不需要工作了，每一天呢靠救济生活，救济不来就骂，来了少了就怨恨，所以这个扶贫的机构就思考啊，怎么会出这个现象？有人曾经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这个现象是正常的。他听得很奇怪，怎么是正常的呢？我说他连父母的恩都不会报，都没有想到报父母之恩，你给他这一点恩惠，他怎么会记得你的恩德了？他这一想呢，好像有一点觉悟了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教育啊！你把他喂饱了，你没有教他了，你没有教他，那就是尧王舜王所讲的了。人民能够说丰衣足食，如果没有教育的时候，他跟禽兽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啊！所以人跟禽兽不一样的地方，人接受教育然后才知道教育重要啊！教育在扶贫里面，精神扶贫，文化扶贫比物质扶贫还要重要。果然精神物质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，他物质生活再苦他有乐趣那么诸位想想，孔老夫子在世，孟夫子在世，他们的物质生活不富有过的什么生活呢？叫清贫，勉勉强强能维持。说小康他说不上。真的是清贫。那么在中国历代的读书人，大家在常常听到这个口头语所说的穷秀才。秀才是什么？读书人。读书人没有去经营生产呐。所以他的生活当然是所以清高啊，清高下的是贫苦啊。物质生活贫苦啊。可是精神生活他高人一等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知书达理呀。那么从前读书人出路是在讲呢很自小，只有两条，一个是去做官，第二个就是教书。三家村里面开个私塾，开馆教书。教书又不能收学费，
啊，而且师父他不是开学店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定上学费呀、啊。从前没有这个制度啊，如果说是这个教书先生定下学费的话，没人到你那去了，那大家不尊敬你了，你是开店，你是做买卖啊，所以开馆教学了，完全是培养底下一代呀、啊，是在尽义务啊。啊，所以老师的生活，学生家长来供养。那个学生家长是富有的，就会过年过节多送一点礼。啊，那家里面清寒的呢，要少送一点。那个孔老夫子讲啊，最少的、最薄的礼啊，素修啊，啊，素修是什么呢？大概这个香港也很多腌的腊肉啊，像火腿这个腊肉啊，一条啊，大概像是一斤重的这么样礼物，这就是他的儿子跟老师学了一年了，供养老师就这么多你才晓得做老师不容易啊。啊，所以说做老师是救人慧命，做医生是救人生命，医生跟老师都不可以要交费用的啊。这个病人有病到你家来的时候，一定要交拿多少医药费，不可以，那个医生社会上没人瞧得起他啊。医生是救人，绝对不讲求报酬啊。医生把你病治好了，你自己衡量你自己的环境啊，给医生送一点报酬啊，跟这个教授先生一样啊。所以一个教授的一个医生在社会上受一般人的尊重，那有道理啊。他是真正做出了啊牺牲奉献，他没有明文利养啊，跟现在不一样啊。现在医生开的是医店呢、啊，老师开的是学店呢、啊，啊，特别像在补习班，这个私塾跟这个补习班性质差不多，私人开的，啊，收费都很贵啊，啊，在从前没有，就要懂得。这个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大概多半从事这样的工作啊。那么也有世间为商贾啊，就做生意的人发大财啊，他发大财不是自己受用，他散财救济贫苦，这是菩萨啊。那么现在也有啊，这是亿万富翁啊，他也能舍财，但是他不像从前那个菩萨啊。菩萨到这个世间他就是散财的啊，他是真正的大慈大悲，善巧方便的 啊帮助苦难众生。而帮助苦难众生里面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你细心观察，他绝对不会少了教育。这是菩萨啊，这个是真实智慧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啊，你现在贫穷饥饿啊，那菩萨要救济你呢，不是说我每个月送多少救济金给你，送多少米给你，不是的啊。菩萨肯定在今天啊，办什么呢？办职业训练班啊，可以开很多科目啊，你到这个地方来学习
学习之后你有一技之长，你到社会上可以独立谋生，这叫真正救急啊。啊，一方面呢，啊，提升你的这个文化水平，一方面呢，提升你技术能力，同时在学校里提升你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这是菩萨干的。啊，这个是菩萨了，福品呐。啊，所以这个扶贫机构啊，如果能够啊。想到这些地方啊，扶贫最重要的就是职业培训班啊，这个培训班是厚厚泼泼的啊，三个人两个人能都能来开班，我这女老师啊，你这个喜欢烧菜的，你在这里学个几个星期，哎，就可以介绍你到这个餐馆里面去工作啊，你喜欢缝衣服的，在这里学学几个星期，可以介绍你到这个成衣工厂里面去工作。啊，所以这种培训班呢，跟各个行业都有联系。啊，在这里培养的时候，有能力，有技术，有道德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基本的道德，还就是我们常讲的啊，《弟子规》。是十善业道跟这个感应篇啊必修的科目啊，啊他知道怎么做人呐、啊，他知道怎样服务啊，啊你的公司行号乃至像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们也很多义工啊，都经过这样培训班培训过的，他来工作就不一样了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这个班呐。啊，那么可见的扶贫出了问题啊，虽然很用心啊，也花了不少人力财力物力，收不到效果啊，这菩萨真的是不一样啊，啊是习于世间住乐居，这个我用总的一句话来讲，职业培训班啊，技能的培训班啊，到这个里面来不需要什么学历，也没有年龄限制啊，也没有性别的这个限制啊，你只要没有工作你就到这来学了，这才是真正解决扶贫的办法啊，所以这个两句啊，就是讲扶贫，啊，这个经济上的扶贫、物质上的扶贫、精神上的扶贫、文化上的扶贫、技术能力上的扶贫，可多了。啊，职业教育嘛，啊，出家人现在也是几经灾难呐、啊。出家人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工作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的榜样，讲经教学。啊，我现在不会讲经，不懂教学，怎么办呢？开班呢？啊，也要开讲经教学的补习班啊，不必开佛学院的啊，我就是这个班里面出身的啊，我不是佛学院出身的，我是台中这个台中联社啊，李老师开了一个经学班啊，他开很多班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学的有十几个班啊，都是这一批年轻人啊，想学讲经的参加经学班，经学班有20多个学生啊，有古文班啊，老师教古文，
有诗词班，啊，有书法，是书法班很多。啊，还有这个法器，啊，专门学唱念的，啊，有音乐的，啊，他开了很多班。啊，那么这些是，这通通用现在来讲的，都可以做扶贫工作啊。我们缺乏这个，啊，自己的兴趣，啊，自己的专长、爱好，啊，你就学习。他来教你，啊，你将来从事于哪一个行业？你能把事情做得好啊！啊，道场，啊，道场的时候，这个护法，也是那个是个大班子，啊，护法是道场里面的行政工作，那就也分得很细啊。你能做哪一项工作的？你进入这个班里去学习，啊，确实可以替社会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他要有智慧，要有福报。啊，我这个人呢，懂得的是很多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没福报。要知道，没有福报，干什么都干不成。啊，所以这个命呢，就是穷秀才的命。啊，一生呢，老老实实，讲经教学。啊，当教员。没有当校长的资格，当校长要有福报，啊，当校长就是寺院的主持啊，那是校长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李老师在台中还有创业，啊，他建立台中佛教联社，啊，慈光图书馆。菩提医院，啊，还菩提安老院，还有两个托儿所，啊，他还做了不少事情，啊，我这个一生呢，啊，真的是到处云游，啊，除讲经教学之外，我是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我常说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，自知之明最重要的，知道自己的命运。啊，命里没有，不要强求。啊，命里有啊，可以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命里头有王位呀。他能舍，哎，命里有的时候可以舍，命里没有不要求，你一生心安理得了，啊，真的是幸福美满，这种幸福喜乐不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，啊，世尊。不仅是他一个人，他那个团体，我们今天在经上看到1255人，啊，这么多学生跟着他，跟他过同样的生活，啊，什么生活？徒步，每一天吃饭呢，拖着步到外面去要饭呢，啊，中国人讲乞丐。啊，过这样的生活，啊，所以出家人叫比丘，比丘翻成中国叫弃寺，啊，他是
吃饭时去乞讨，但是他是读书人，他是有德行有学问啊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乞丐。啊，树下一宿，三衣一钵。啊，物质生活，果是最简单的物质生活。啊，人家快乐无比啊，常生欢喜心呐、啊。啊，心里面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我们常讲没有对立。啊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只有喜乐，没有冲突，只有信任，没有怀疑。啊，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确确实实的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所以我们处在今天这个社会也读到这样经文呢，我们有无限的感慨啊。啊，后头这句经文要注意到，啊，习是完全给他，他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啊，世间诸要具。啊，都是多啊，多方面的。啊，那么以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呢，啊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工作能力，需要有工作机会，需要生活安定，需要一个美满的家庭，需要一个祥和的社会，都在这一句里头。啊，那佛菩萨用什么方法给他呢？佛菩萨用教学。能做得到吗？难。啊，可惜就是现在，啊，我们佛门教学的人太少了。啊，好在现在呀，这个科学技术进步。我们可以用网络，可以用电视。啊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工具，那真的是太苦了。啊，要多少人出来教啊？啊，有这么一个好的工具，就方便了。啊，那么像中国，幅员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。啊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啊，就这两句里面所含的，啊，真的是扶贫了。经济上扶贫，物质上扶贫，啊，技术上的扶贫，能力上的扶贫，啊，精神文明上的扶贫。那就太多太多了，展开了至少有几百种啊。有没有一个大福报大智慧的菩萨出现啊，办这样一个扶贫培训班啊，在这个里面训练老师啊，来帮助这个社会啊，同时上课呢，上课通通可以用录像啊，这个大的摄影棚我参加过，我在这个北京啊，这个凤凰电视台做访问的时候，摄影棚里面我那天去看差不多400人，
实际上它只有200个座位，啊，坐满了，站满了，挤满了。啊，但秩序很好。啊，同时播出去啊。啊，那我们的教室当然不需要这么大。啊，能够容纳50人到100人的教室就可以了。你有多少科目就有多少个教室。啊，这个当然需要财力。啊，你请专业好老师在这边教录像。那么在电视台播出去，全国到处都能够从电视上来学习远程教学啊。学校虽然设立在一个地方，教化的影响遍布全国全世界有钱的人是有，但是他没有福报，怎么说没有福报呢？他没有想到啊！啊，他去做一些些这个善事啊，也花了不少钱了。那些钱的时候不产生效果啊，所以他要懂得这个道理的，他就是现前的救世主啊。所以学佛的同学要努力，要尽量去传播啊！因为我知道，我们晓得这些大富大贵的人通常不看我们的节目的啊，我们的光碟送给他的时候他也不会看的啊，不愿意接触啊，这就是没有机会啊。他接触到之后啊，真的帮助他成就他这一生的事业。下面这两句，随其所欲，戒力满，普为众生作饶矣。啊，实际上这一首呢，是一个完整的一段。啊，随其所欲，欲是他的欲望。这个里面包括很多，要随顺他的程度。你想，你开这个培训班，啊，任何一个班级、一个班、一个科目，都要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。啊，为什么程度不一样啊？啊，有兴趣没有学过，进初级。啊，有学习有一点基础可以进中级啊，一步一步把你向上提升了啊，所以他的这个年龄有关系啊，聪明才智不相同啊，兴趣嗜好不相同，你都要能随顺，你能随顺的没有一个不欢喜啊！而且他学的欢喜，他学的也会认真啊，也能够在很短期间当中啊，他学会他所需要的啊。那么然后学校如果再跟社会各个行业有联系的话，可以给他推荐介绍，那他的出路没问题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好事情啊，啊，满是圆满的、啊。最近我也跟诸位报告过，啊，台湾有个同修写了个剧本，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里面一段故事，叫杜子春遇到太上老君。这个人命里的确实是富贵
啊，生在富贵家庭，不知道钱来的不容易啊。啊，他父母都过世了，留了一笔大遗产，啊，成天花天酒地，啊，交集一些，啊，那些巴结奉承的这些朋友，不到几年，财产花尽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才晓得这个贫困的味道。啊，那些朋友呢，不再往来了。不要说是求他啊，这个帮一点忙啊，不施一顿饭给他吃，他连个笑脸都没有。人情之薄啊。啊，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说，你命里有财富啊，命里有的你不会丢掉啊。所以我现在钱花光了，我又不会赚钱，我命里从哪里？老君就告诉他，他说，你在这站住，你不要动，你看到太阳下山啊，下山看到那个影子，你这个头的影子在哪个地方，你记住，到那去挖，那天有这个有黄金。哎，他真的就记住了啊。太阳下山的时候看他那个头影子落在那个地上那个地方，果然大概挖出来的时候好像有60-70万两的黄金。这一下又发财了，那些狐朋狗友又来了，就像这样情形，搞了三次啊，最后他就悟了啊。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挖的这个钱的时候不要了，一点欢喜心都没有。老君说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他说，我现在懂得了啊，这财有什么用呢？我看到这个恶心。太上老君赞叹的，不错，你回头了。这就是随其所欲皆临满，但是他真有这个命啊。到最后的想学道了，看到这个老人仙风道骨啊，有这样的神通指点他，那个地方真的就有，他去挖，他真挖到。他说，你不是神仙，那谁是神仙呢？所以一定要跟着神仙学道啊。所以神仙说，可以啊，你要跟我学道啊，就带到啊，叫他，啊，叫他这个三年之后啊，在什么地方约会？啊，他真的去找到了，三年到那去了，去的时候没有遇到，啊，没有遇到这个人，但是他很有信心，他就在那里住下，住了三年，老人出现了，哎，他说他就叫他老人家，我到底来找你找了三年了，他说我没离开呀。我天天看到你啊，啊，结果看到有这么样的诚心诚意啊，真的放下了啊，万贯家财也不要了，一心发心来学道啊。所以老人就告诉他啊，他说，我今天啊跟这个西王母娘娘约会啊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在家里坐到，告诉你在这里打坐入定，定中有许许多多的境界，有善有恶啊，有来诱惑你的，有来欺骗你的，有来吓唬你的啊，许许多多境界会现前。他说，你要保持如如不动啊，不可以开口说一句话，
在定中这个境界果然显现。啊，他记住老师的话，啊，决定不开口。啊，不管你诱惑也好，威胁也好，啊，甚至杀害也好，就是不开口。啊，最后的时候，阿鼻地狱境界显现。啊，看到他父母在地狱的时候受刑罚、受罪。啊，看到实在忍不住了，啊，掉着眼泪叫了一声“爹”一声“妈”，啊，把他父母这一抱。这一下就醒过来，像做梦一样。老人在旁边讲：“哎，可惜，叫你不要说话，你还开口说了话。”然后告诉他：“你说这个话，对你父母毫无帮助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父母在地狱受罪，那是业报。”他在世的时候造作这些恶业，必须要把这个恶业消掉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说过很多啊，三恶道是消业的啊。如果你要懂得，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三恶道？有。你要真正懂得一切都是消业，成佛哪要三大圣期劫，一生就圆满了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有没有人回报你？有没有人羞辱你？有没有人伤害你？有啊，那你要做什么想呢？哎，这替我消业障的，那是菩萨了，你业障就消掉了。啊，就跟太上老君给这个肚子疼的事情一样。啊，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啊，他回报我，我也回报他。啊，他害我，我也害他，报复，好了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你什么时候你的罪业才能消得了？啊，真像老君所说的，什么境界里头，你能保持清净心，保持着如如不动，保持一个感恩的心，它通通都是来消我业障。啊，过去的业障，现前的业障，啊，这么多人好人呐，他帮我消罪业啊，他肯来骂我，他肯来陷害我，他陷害我骂我，他造罪业，我业障消了，啊，我对他没有一丝毫的怨恨，没有一丝毫报复，这就消掉了。有一点点怨恨报复，不但没有消掉。加重，真修行在哪里？不就在生活当中吗？啊，在饮食起居当中啊，啊，生活里面呢，能入不二法门，就入佛境界了。啊，什么不二呢？善恶不二，是非不二，利害不二。不二就是一门呐，就是一真呐，一真法界。哪里不能修行呢？他在定中那个境界是
我们现实的境界跟定中境界没有两样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，所以你要是会了，普为众生所饶矣。啊，自己得利益了，啊，德行提升了，境界提升了，定慧提升了。啊，如果你不会呢，不会天天造业，你烦恼加重了，啊，业障加重了，你的灾难也加重了。哎，真的就是会跟不会呀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希望你学会呀。啊，学会这一生当中就成无上道啊。啊，好，现在这个时间刚好到了，啊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